哎，这有一个小粉丝的求助信息，看一下。你好，辉哥，我是你的粉丝，特别喜欢看你和小浪的视频，每次写完作业都会打开手机观看一下。最近我家里面新盖了一个房子，我和家长商量把车库改成私人影院，然后邀请同学来我家一块看你的视频，我爸妈同意了，希望你能帮我。哎呀，原来是改造私人影院呀，小事一桩，更何况还是我的小粉丝，不收费，这个忙也得帮呀。哦，废话不多说，出发。嗯，到了，这就是小粉丝说的房子了，果然是新盖的，窗户上的模板都还没有拆呢，地上还有这么多垃圾建筑，房子里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的装修痕迹，这以后要是装修房子了，可以找我阿辉帮忙呀。哪来这么多废话，赶紧干活。小粉丝说的车库就是这里了。嗯，空间大小刚刚好，而且附近没有其他住户，不会吵到别人，那么开始动手。首先需要把墙壁涂成深色的，这样可以有效吸收光线，降低室内的亮度，对眼睛也起到了保护作用。同样的，把地毯也铺成深色的，大体框架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接下来就是内部设计。哦，先来几个软沙发，看视频的时候会更加舒服，多摆几个，不是说还有小伙伴们吗？